环保集团今天送别优频道新闻，为四年的全情投入画上句点。在优频道电视新闻组变身之前，在所有伙伴各奔东西之前，大家把握当下，抓住这今后再难有的一刻。报业传讯营运总裁文树森和优频道艺人钟晴、全妮凤、王璐江、郭亮等也出席了。优频道新闻由报业控股旗下的华文报集团由零开始一手建立起来，注入心血之后要全盘收起，统筹这个作业的联合早报总编辑林润君一样充满了不舍。这么快就要跟他说再见，我当然非常的无奈，非常的依依不舍，但是这四年我们并没有白过，这四年是非常辉煌的四年，光荣的四年。今天之后，优频道电视新闻组的成员将分道扬镳，有人留在华文报集团转做报章，有人则过档到新传媒继续耕耘电视新闻。回首四年走过的路，一步一脚印，心中激动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因为真诚付出所以难舍，人之常情。谢谢大家，没有大家就没有优频道新闻。虽然说四年很短暂，可是会永远活在每个人的心中。12月31号，最后一段优频道新闻即将结束，那我们的主播生涯也到了尾声，此时此刻可以说是感慨万千的。其实今天晚上呢，不只是我们俩的最后一夜，对于那些此时此刻正在人定向的全体优频道的台前幕后的同事来说，还有 I 频道的同事，何尝又不是最后一夜呢？所以在这里呢，要祝愿优频道、 I 频道所有的全体同仁，大家今后一切顺利。今天对我来说是特别的，因为记得2001年的5月7号，优频道开台第一天是由我负责播报的。那今天我又担任了最后一天的主播，我想我要感谢所有的观众在这四年里陪伴我度过了这么美好的时光，而且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，因为有许多比我更出色的人，不见得会有这个机会来实践这个梦想。谢谢优频道给予我这个机会。海杰在这里呢，也要感谢所有的电视观众朋友对我的关心和爱护，这六年来也要感谢所有的优频道新闻的幕后工作人员，和大家的合作是我这一生中人生旅途当中最快乐的四年。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要告别2004年，走进2005年了。也许2004年是一个有一些波折，有一些灾难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微笑地走进2005年，因为无论如何你都没有办法拒绝时光的到来。在这里呢，燕青和我还有优频道新闻所有的台前幕后的人员，要祝愿优频道新闻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都顺利，世界和平，祝大家晚安，再会再会。